主要的争议是每个县市向行政院提案呢都很草率、很简化，那中央的决策又很仓促啊，沟通说服力不足啊。每个地方有时候会想要争取预算，他就会一直想要多提一些东西。然后呢，我们要改善目前宣布过程跟方式啊，为什么会有争议？我们看我们的总统或行政院长到一个地方，他就宣布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做什么，可那个时候那个方案还没有通过，对不对啊？他如果一宣布的时候呢，就代表说一定要做。那就变成说硬打鸭子上架那种感觉哈，然后呢，已经施工、已经核定，有没有有的有可行性评估，有的没有，像基隆轻轨可行评估都还没有完成啊。然后呢，大的、小的、急迫性是不是急迫的，全部都包含在这个前瞻的这个计划当中，当然不好，对不对哈？我们通常一定要分它的层次啊。然后政府有限的预算必须花在刀口上，才能向选民交代。哦，你想想看，8000多亿，甚至连我们地方配合的预算都超过1兆。哦，那这种这么大的预算呢，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才是关键。哦，那公听会应该，哦，对不起，公听会不只是形式召开哈，哦，所以我们当时讲的公听会完，立法院就应该有个调整的机制哈，哦。不过他们都完全不想调整。哦 ，OK， 好，看下一页。好，我们看他前瞻的说明啊，他说前瞻是晚做不如早做，应该提前做。提前做的意思代表什么呢？它风险就大，对不对哈？还是应该晚点做，晚点决定要不要做，对不对哈？有些可能有争议的哈啊，我们这边晚点再决定啊。刚开始，不过现在他编了两个阶段的预算哈，感觉有点那个味道，但是是不是这个虚与委蛇哈？到时候只是一个啊，那我们就要好好来观察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台湾公共运输的市占率哈，我打两个数字，对不对哈？那后面那个数字呢是最新的。就是105年最新的统计出的那个调查出来的哈，所以你如果有注意到前面的新前一阵的新闻，就说啊，大陆运输提升，这个开始有提升了哈，整体的台湾，我们看这些县市哈，基隆在前年哈33.7%，那去年已经提升到39.8%，它在整个县市里面排名第二，它高于新北市，只是少于台北市而已啊，所以理论上大陆运输做的比例这么高，虽然我们人口比较少哈。但是理论上公共运输就应该更重视啊，我们这样讲啊，你看它的大概的分配比例啊，那整个台湾公共运输的市占率呢，在104年是17.9，那现在变18.1啊，等等这些数字，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私人运区的市占率啊，我们有三个县市哈，台北、新北跟基隆市，它是低于55%，其他的都高于74%啊，私人运区的啊，所以那是都是偏高的。但是呢，未来轨道施工呢，交通可能会恶化。我们从台北以前的经验就知道嘛，啊，你施工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因为你恶化嘛，大家就更可能会多使用私人运具，他甚至有可能在那个时候买私人运具、买机车，对不对？当然有可能，因为交通恶化啊，所以这时候呢，即使完工营运呢，运量也可能非常非常有限。你这样讲啊，这都是我们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那审查的时候呢，提案的县市必须要提出轨道建设的构想。你为什么这样做？你有哪些配套的方案？比如基隆如果要做轻轨的话呢，它在我们的基隆的市区里面有没有轻轨的路线？哦，那就很重要，不是光是台北基隆之间的啊，哦。OK， 然后呢，必须要有初步的可行性的评估，啊，哦，才是一个完整的提案。那审查决定的时候呢，我们也建议每一个轨道建设的实施条件呢，都应该有最低需求的门槛，再决定实施的时程。啊，哦，这是一个啊，哦，我们看下一页。好，来下一页哈。哦哦，那我当时也对立法院审查的机制也提出一些建议了，哦，包括这个轨道建设，它是为了提升运输的服务品质，要落实人本、节能、减碳跟永续，所以一定要有足够的运量才可以达到成效啊，哦。然后呢，我们也要考虑到整体国土的规划跟每一个县市的发展的定位，比如说现在都讲区域治理嘛，啊，北北基桃是一个区域啊，哦，然后呢，中彰投苗是一个区域啊，哦，等等这些。那我们但是呢，我们用红字来显现，就是我们的比较悲观的部分了啊，哦。那我们要考量台湾未来人口减少跟高龄化的社会趋势，
那这两个都隐含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将来交通需求会越来越少，啊，这是无可讳言的，啊，我们都要面对这样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因素呢，在硬体建设上面呢，可能也会有一些冲击，包括我们气候的变迁跟环境冲击的影响。那这个代隐含的是什么意思呢？新建成本要更高，我们要付出更高的代价，一定是这样的啊。像我们一直想要修中横，哦，都力有未逮，哦，每次天候一变化，一灾害一产生，它又瘫了，哦，诸如此类的啊，哦。那我们也要去充分想象我们的想象力哈，哦。我想大家，我们稍微来想象一下，你觉得我们20年之后，我们的生活形态可能会长什么样子？20年之后，二十年之后我就退休了啊，然后你们还基本上还年轻啊，20年后大概怎么样？交通的方式大概是怎么样？有些乐观一点就想说那时候就有无人车了，对不对啊？自动驾驶啊，公车它可以自己好，啊，自己行驶在我们规划的路线当中，诸如此类的啊。所以这边我们要去想一些哈，啊，包括人工智慧 AI 越来越进步哈，啊，然后呢，自动驾驶的电动车，甚至我们这样想啊，我想人工智慧我就讲一个想象的空间啊，我们现在长照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像我父母都必须要请外来 来照顾他们，对不对啊？可是呢，那很难照顾，说真的了啊，因为他们逐渐可能会失智，行动不便，这时候呢 ，Robert 机器人说不定来照顾他们更好用，说不定啊。那 AI 的技术发展的时候，它可以做 basic job 啊，很简单的啊，那说不定将来就这个就是我们生活的模式啊，可能了啊。那自动驾驶的电动车是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有更多想象空间的哈，啊。那这个互联网就包括物联网啊，这个车联网等等这些的哈，啊。那这个是代表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不一定要去上班，我们可以 work at home， 我们可以在家工作，对不对？像我弟弟现在还在美国工作啊，他在州政府啊，非常就地方就是公部门的地方，他一个礼拜只要去2天，另外3天他是 work at home。这样的话，交通需求就减少啊。它甚至有视讯的会议等等这些啊，所以将来也可能我们通勤啊，甚至通学的需求都会降低。同学也可以用视讯教学等等这些啊。OK， 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共享经济，对不对哈？前阵子我们在谈 O-Bike 啊，共享经济越来越夯，那将来推动的创新模式也会越来越多元啊。那这个是隐含什么意思呢？好，考察一下哈，供需撮合的共享经济将来带给我们的冲击是什么？大家先想个30秒，可能我们的交通运具的持有率就会下降，因为你的车辆可以共享嘛，对不对啊？所以你持有率下降的时候，公共运输就会更重要，因为你没有车了，因为你想说我用车，我从你去租个车就好，跟人家共享车辆就好。当你没有车的时候，你出门第一个想到是公共运输，对不对？不像现在，我有车，我有机车，一定充分发挥，哦，一定尽量骑车，尽量开车。不然就有点浪费闲置，对不对哈？所以将来那个生活的模式可能就不太一样啊。好，那我们当然如果按照这样子的想象空间，我们当然要评估了，早做各项轨道建设是不是风险过大？一定会啊。然后呢，另外就是我们一定要提出一个问题需求导向的分析。像我常常去审查公部门的一些案子啊，我就发现它很多的建设都不是从需求导向啊，或者是问题导向，它就是要做。所以这样子做的方式，我们简单给它的名字叫做供给导向，好，它就是为了要做，但是它不是因为完全针对问题跟需求，好，去做这样的建设。好，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必须要一个完整的可行评估了哈，可行评估之后做完的时候呢，我们大概所有的想象都开始聚焦了哈，包括它要有供需的分析嘛哈，对不对？它必须要有一个，但是我们很多地方现实的需求都不够啊，那这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个培养需求的配套方案。成本效益分析呢，包括气候变迁、环境冲击的成本，还有施工的争议啊，施工争议也很重要，对不对？因为施工争议像我们的很多铁路地下化，就遭受到很多抗争嘛，哈，诸如此类的啊。还有环评呢，自偿率，还有永续维运的机制，这都很重要啊。好，那我们把它讲完之后呢，我们也建议立法院，它必须要考量各项轨道建设的整体的层级性跟关联性啊，层级性跟关联性把它link在一起。来决定建设顺序跟它的时程，这才是一个完整的思维啊！当然，我当时很希望跟立法院做一些建议，因为立法院本来就是帮我们审议的，对不对啊？如果你没有这样的审议机制，就是要通过，那就形同虚设啊！我们现在看起来，立法院真的是形同虚设啊 ！OK， 好，我们看下一页。好，那讲完前面的啊，基本的观念，我们来看一下他们这个行政院所推的轨道建设啊。
我就专门针对轨道建设来做一些说明啊。大概它有五大的推动主轴啊。第一个，它是要推动高铁跟台铁要把它link在一起啊。我先讲一下我们的高铁啊。其实高铁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啊。当初高铁有两种方案啊，一个方案就沿着台铁的沿线去新建啊，它都会深入到我们的 CBD。那另外一个方案就是要开发新市镇。所以很多车站都在郊区，对不对哈？现在看起来真的是错啊！其实我们现在需求现在看起来已经开始减少了，对不对？你要去开发新市镇，真的力有未逮啊！然后这时候，如果我们沿着本来台铁的这个线路去做一条高铁，甚至我们这样讲啊，现在发挥想象，甚至用高低啊这样的架构来做，都有可能，对不对哈？那它的好处怎么样？甚至我们的高铁当初就应该新建，直接跟我们的桃园国际站去做相连。不要再什么新竹站，就直接在我们的国际上的这个地下啊，它就穿越。那这样的话，我们台湾的发展就定位就很清楚了。我们可能只需要一个国际机场，对不对？高铁就直接相连了嘛，对不对？所以那就是一个建设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国家的定位跟发展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为什么要高铁跟台铁联网？因为它很多高铁站都在郊区啊，它没有办法直接到我们的 CBD， 所以你要把它link在一起，就要花更多的代价。它里面有包括这些，包括台中的哈、成功跟追分要双轨化，但是呢，台中的争议哈、就是我们的三手线啊，台中啊，林佳龙市长一直想做三手线，它的基本上他还想要做的更多，他不光是双轨，而且想要把它高架。啊、哦，等一下我们来看高架的坏处了啊，它要高架变成一个快速，有点像快速铁路一样啊、哦，但那边的需求够不够是另外一个可能要去想的问题。那另外就是高铁彰化这边台铁转乘，好，这边老师为什么要讲呢？高铁的彰化站的班次是关键，我们现在彰化站，你大家知道高铁经过彰化站几个小时一班吗？一个小时一班，那你把它link在一起的效益多大？它有可能啊，像我。上次我从我到这个云林去开会，然后假设我从台北出发了哈，很多人就想说，我到云林开会应该坐到哪一站？很多人他不会坐到云林站，他会坐到彰化站，啊、哦，对不对？那如果你去彰化开会，对不起，我会坐到乌日站，因为这个时候时间比较省，这就是所带来的问题啊。高铁的站也设的太多，对不对哈？那这就是我们以前高铁的建设所牵动的一连串的问题，我们现在要花更多的代价去弥补它。就变成这样啊、哦、，OK， 好，另外一个就是高铁延伸屏东啊、哦，这个也是一大争议，高铁要不要延伸到屏东啊、哦？当然它有好处跟坏处，然后呢，就像我们的台中的这个绿线的捷运要不要延伸到彰化，对不对哈、哦？一样的意思啊、哦，这就是它的当初想要做的这个东西哈、哦。另外呢，它也做了左营站转乘台铁，因为它希望把这个高雄的左营站跟屏东做更好的连接啊、哦，因为高铁只到左营站了，对不对哈、哦？但是呢。他目前所提的前瞻计划里面，只改善电联车的车厢的服务的设施，在我在审查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真的不好啊，真的不够。我在讲啊，好，这是高铁跟台铁的 link 的这个部分啊。另外一个就是台铁升级啊，我想这个没有问题，大家都觉得应该要做，对不对啊？包括哪些呢？电务智慧化提升啊，计酬器双重化的工程，这个都应该尽量提前完成。但是你看它的 schedule 啊，到115年才完成，我都觉得太慢啊。另外一个就是票务系统，我们要到108年才能完成。我不晓得票务系统有这么困难吗？啊、哦，我们现在买票，你没办法直接从台北买到台东，对不对？哈、哦，你可能要分段去买，啊、哦，分段买你就买得到。你要整个买这个一次把票买的话，那就在票务系统里面就可能就没有办法把你错误成功，就是票务系统做得不好。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验哈、哦？我记得我有时候要去花莲开会，然后呢？买不到票，网络也订不到，然后我没有办法，我就去找台铁的，因为台铁的这个副局长都是我们认识的好朋友，我就很勉强跟他讲说，能不能帮我去找一张票，他马上就答应了，他说你就直接到那个站长室，啊，我一去表明身份，他立刻就把票，啊，就开给我了，啊，这就是这个特权嘛，哈，可最不好的感觉很难买票，凭着关系去弄了一张票，一上车发现那个车厢一半是空的。哦、那感觉真的很不好、哦、这就是它的票务系统真的需要好好的去改善一下、哦、好，另外就是花东地区、哦、如果你假设大家有曾经从花莲到台东，就发现它常常要避让
要去等，对不对哈？所以这一段就很长的时间，这就是我们花东地区铁路双轨，这个一定要尽量完成啊、哦！我们要把尽量在这个部分把它改善完啊、哦！可是那个要到117年才可以把它做完，那个也太慢啊、哦！另外一个就是北宜直铁啊、哦，北宜直铁，但是现在他不想直接就答应要不要做，所以他会先做一个规划案，对不对哈、哦？但是它的名词叫做北宜铁路提速工程计划啊、哦，它可以只完成评估报告。但是呢，北宜直铁跟我们的最大的关系就是牵涉到我们的基隆轻轨，对不对哈、哦？我们当初做这个轻轨就是希望能够让花东线能够多一个小时多两个班次出来，对不对哈、哦？如果真的要做北宜直铁的话呢，轻轨说明这个需求性就降低了哈，这样。好，另外一个就是铁路立体化跟通勤提速哈、哦，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花很多钱去把它高架，甚至有的地方去做地下啊、哦。其实我们现在对基隆来讲，我们也深受其害啊、哦。当初的就是因为地下化，地下化之后你的扩充的空间就没有，所以我们的第三轨也受到很多的限制啊、哦，诸如此类的哈、哦。所以地下化跟高架不一定是好处啊、哦。台中的车站那沿线高架之后呢，问题更多，那个噪音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呢，它的避让空间都受限。因为它设了很多通勤小站，通勤小站的话，你的这个高架你不能做成四轨啊，不可能，对不对啊？你只能靠一些避让的空间。如果避让空间的规划做得不好，那都是一大限制啊、哦，整个营运调度都会对台来讲都是一个灾难。你这样讲啊，都可能都要特别注意到啊、哦。所以这边就这个老师就特别提出建议，多设车站，多元的营运呢，影响台铁的效率跟安全的负面冲击，包括混合车流、避让空间啊、哦。混合车流就是我们交通的一大障碍啊。我们平常就是混合车流。带来我们交通安全的问题，台铁将来就是混合车流啊、哦，然后呢，它同时要扮演三个角色啊、哦，城际的、区域的，还有都会区的这个通勤的捷运，那个真的角色扮演太多了啊、哦，本身的这个效率就会降低啊、哦。那所以呢，市区铁路立体化值不值得做？啊、哦，那我们当然要合理的解决争议了啊、哦。那都市缝合计划就是他们一直希望的卖点嘛哈。对、哦，都市怎么样缝合？我们用跨站式的这个站体的设计，可不可以把它缝合？不一定要把它高架啊、哦，或把它地下，都可以考虑。像日本啊、哦，它不一定要把它地下化，它可以用这个跨越式的这个站体的设计啊，诸如此类。好，我们看下一页。好，另外就是都市推捷运，对不对啊、哦？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如果要提升我们的公车，当然有几个重大的选择。首先，我们刚才讲啊，提升公车的营运的状态，第一个就是做公车专用道，再过来就把公车专用道提升成 BRT 啊 ，BRT 当然就是把类似捷运的啊这个公车专用道把它，然后再过来就是轻轨，再过来就是 MRT 啊，每个运量都不一样啊，它的运能都不一样。但是呢，这几个方式的适当的形式的评估选择，重要了哈。但也跟着它的转运接驳就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啊。那另外呢，台北捷运有三一线啊、淡海轻轨捷运跟安坑的轻轨，它摆在前瞻哦。以我来讲，我觉得不适合，那早就核定的计划把它放进来啊、哦。我觉得它就是为了平衡的啊、哦。OK， 那桃园捷运的绿线，桃园绿线的延伸到中壢，那个需求就是关键啊、哦。目前看起来，桃园机场捷运大部分都服务我们到机场的需求，但通勤通学的需求真的不如预期。啊、哦，这都是我们可能要去思考的部分，要不要把桃园做成这么大？因为很明显的哈、哦，几个县市拿到比较多的预算，桃园嘛啊、哦，然后台中啊、哦，台南要做 Monorail 啊、哦，这些都是在捷运里面啊、哦，都变成这个基本上都是一大这个考虑的这个重要的观点。那新竹要做环线轻轨啊、哦，环状的轻轨，想要把那个科学园区把它link在一起啊、哦。然后呢，台中的捷运的蓝线，台中捷运的绿线延伸彰化。然后呢，这些都可能会带来我们施工的交通恶化，列车的周转率不高。为什么？假设我们要把我们的绿线要延伸到彰化，首先我们的车辆数就要增加，列车数就要增加，但符不符合我们的这个相关的效益，投入的成本啊，那个都要真的要去考虑一下，因为你整个这个来回时间就变长了嘛，哈、啊，所需要的列车数就要变多。但是呢，我倒是觉得哈、啊，如果你真的要有前瞻性的话呢，如果台中，我记得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桃园机场就不要做航空城？哦，因为航空城现在看起来风险太大，哦，因为两岸的关系不好，哦，本来希望陆客中转，对不对？哦，现在看起来不太可能。那这么多不确定性，你要做桃园航空城，很可能把5-6千亿丢到水里面，哦，它可能不一定发挥到它的效果。所以如果我们不做航空城，我们要不要做第三条跑道？说明我们只要扩充第三航厦就好，再做一个第三个 terminal。因为你香港四大角机场两条平行跑道，它的这个所的营运的效率就很好，
当然我们有一些限制了，这时候呢，说不定我们把台中国际机场把它提升，我曾经讲过了，这是一个想象空间了，把它变成廉价航空的基地。大家有没有做过廉价航空？我记得我到澳洲去的时候呢，飞雪梨做廉价航空，对不起啊，它是离雪梨要有3个小时车程的一个次要的机场，对不对哈？因为廉价航空嘛，就是尽量不要就吃到我们的主要的机场的这个容量啊，诸如此类。说明台中把它变成一个廉价航空的基地，对我们来讲也可以促进观光啊，先到台中去玩嘛哈。因为廉价航空主要的需求是观光为主啊，而商务旅客他通常不一定会选择啊。所以如果是台中定义成另外一个重要的国际机场，那台中港也在发展嘛哈。如果真的按照我们的 TOD， 大家知道什么叫 TOD 哈，就是以大众运输为导向的产量开发。可是它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场站，对不对？机场一定是嘛，台中港也是，因为台中港最近还要在那边做一个3井的 Outlet 啊，那我们这些连接起来就变成一个好的轻轨的这个这样的路线啊，诸如此类，那就应该可能大概考虑的优先顺序就不一样啊。那台南市在第一期的蓝线里面，它要推 Monorail 啊，大家应该知道 Monorail 在我们的羽田机场，还有我们的如果大家去过冲绳的话啊，都知道做过它的 Monorail， 它所需要的空间比较小。那另外就是最重要，我们今天所要谈的就是基隆轻轨啊。那轻轨的单次的运量跟有效增加宜花东的运能就是关键，因为它可能有一些关系，我们必须要把它理得更清楚啊。那中南部要推观光铁路啊，把沿线像恒春等等这些啊，那观光的需求的分析啊，后续维运的机制怎么样去做无缝接轨啊，客运公司的接轨。但我们要考虑把观光的铁路做起来，说不定客运可不可以扮演很大的角色？如果可以的话，就不一定要做啊，诸如此类的。好，那其他的前瞻的轨道建设还有一些其他推动的重点，我们来稍微检讨一下啊。第一个就是促进台铁捷运化的功能跟服务啊。那前面我们也讲过嘛哈，捷运化要增设小站，它这个成本效益分析值不值得啊？另外一个台铁多元的营运的负面冲击。那另外就是我们要推的 train 啊，那我讲一下，这个高铁局啊，跟这个它基本上跟铁改处吧哈，他们都希望能以后都尽量推这个 train 啊，甚至三手线他都建议用 train 来跑啊，他说可以跟地区的这个轻轨可以结合在一起，所以他力推这个 train 啊，但我们要看它的发展趋势跟挑战啊。对于它比较适合较低需求的一些区域跟县市啊，但是呢，路廊限制会交通恶化。如果你做了轻轨之后呢，你本来的道路容量就会缩减了啊。我不晓得大家对高雄熟不熟啊？高雄现在正在做第二期的轻轨，以前第一期的轻轨都是沿着海岸，那个影响不大，因为沿线都没有什么人住。可是第二期轻轨就跨越交通就人口密集的地方哦，所以将来一做这个轻轨的时候呢，万一坐的人不多。然后它会两边各吃到一个车道，比如说它道路里面每个方向都会减少一个车道。如果高雄人还是照样骑机车跟开车，那轻轨坐的人又很少，因为它绕一大圈嘛，哈、哦，现在那个就是一个灾难。说真的哈、哦，那现在这个第二期的环状轻轨，6月底就开始施工了，中钢哦开始施工，这都是将来可能衍生的问题啊，哈、哦，好，就是路廊限制哈、哦，那班次受限，我们有没有可能就用 BRT 来做取代哈？哦，现在 BRT 感觉起来好像是一个 cancer 啊，因为台中没有推成功之后，大家都不敢提 BRT， 对不对哈？其实 BRT 真的在台湾应该适合某些地方，说真的一定是哈，但台中把它弄臭掉啊，所以大家都没有提 BRT 啊，忘掉这个 BRT 这件事情啊。OK，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去提升捷运的运量，跟整合我们的都市发展的相关的哈。那转运接驳是关键，而且要培养需求的配套方案。举个例子哈。我们台州推10公里免费嘛，哈，那慢慢这个绿线的捷运要开始通车了，那我们将来还要不要推10公里公车免费？推10公里公车免费，轻轨就更没有人搭了，因为轻轨一定要收费，对不对哈？我讲的绿线的哈，绿线一定要收费，所以这时候怎么办？那说不定我们现在正在帮他们去做思考，有没有可能用复合运具优惠的方式？你将来如果是用复合运具啊，不是光秤，只有一种运具没有优惠，你说做轨道运输啊，坐我们的绿线再转公车就有；如果骑我们的 iBike 再去转啊，这个轨道运输就有，就是要两种运具以上，我们把你免费的里程提高，所以以后不是10公里，变成12公里甚至15公里免费，啊，诸如此类哈。那这个就是怎么样把好不容易培养的大众运输的需求，因为免费嘛，它培养了一定的需求，
继续把它培养出来啊，就很重要啊。OK， 好，另外一个就是轨道运输跟观光发展啊。当然观光发展现在我们面临到很大的瓶颈了啊，因为陆客来的人越来越少了哈。那观光业都一直叫苦连连，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办呢？就是我们还是要，人家都说台湾感觉起来没有观光的氛围跟意象啊，那营造的还不够好，对不对哈？虽然我们有很好的景点，日月潭、阿里山等等这些，感觉起来就是不是一个 high class 啊，我们这样讲啊，把它做 low 掉了哈。那我们怎么样去提升它的氛围营造、有价值的服务？现在的网络都很发达嘛哈，然后转运接驳全程预约的平台哈，我记得我一直希望交通部去做一个全程大众运输预约的平台。你如果要去观光，你从家里面就有 DRTS 来接你到我们的这个场站，坐高铁下去，然后又有接驳，完全预约好，就是你什么时候出门，他都规划8:05车子来接我，啊，然后坐到8:31的高铁，坐到左营站又有车子来接我，啊，送到旅馆，从旅馆又预约车带我出去玩。如果有这么好的全程预约，你就不会想开车了，对不对？对，但是不会想开车，你每个行程都帮你规划好，而且我们可以帮你订到私房的景点跟私房的餐厅，你若自己订订不到，哦，这是一个想象啊，哦。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说不定我们就可以好好把它观光能够做一些哦，然后提升大众运输的结合。那当然，我们这个行政院一直想要推动轨道建设的相关的产业了啊，包括国车、国造等等这些啊。我们现在滴滴板公车跟我们的电动车都经济部都有要求自制率，大家都应该有听过自制率哈，以前是50%以上他就补助你，现在他们希望能够提升到70%，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台湾自制率要做到50%都很困难，啊，大部分都从大陆进来，看他怎么样去做 paperwork， 我们在讲哈，对啊，那个在审查的时候，那当然这就是我们要真的针对我们的问题，怎么样去提升我们的产业啊 ？OK， 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基隆交通状况啊。我抓了一些图片，你们应该比较在手了哈，我们就看一下我们大概基隆的状况啊。像这个的话，当然是在比较尖峰的时候啊，在那边哦，人车的大概状况。来看下一页。那我们基隆的交通状况呢？从 highway 从公路系统来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分布啊。所以看起来公路系统还算是蛮四通八达啊。好，再看下一页。好，我们来看，我想基隆相关我就用图片，我想大家都比我更了解啊。那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我们基隆运具的次数，跟我稍微解释一下啊，以后大家看这个资料，我们调查公共运输的市占率啊，市占率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很多人他不了解什么叫市占率，简单讲，如果你调查100个人出门，他如果是坐公共运输的，如果假设有20个人，他就是20%。那以这个运具次数啊相除之下得到市占率，基隆是将近40%，非常非常不错啊，所以基隆人还蛮喜欢做公共运输的啊，你们是迫不得已吗？还是真的觉得他的服务还不错啊 ？OK， 那其他县市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啊。这就是我讲的，所有你是使用的运具次数当中，该运具的次数所占的比例。那基隆市的市运具的市占率呢，47.7%啊，当然比台北市高了啊。那什么叫做非机动运具的市占率？就是走路跟骑 bike 啊，非机动啊，它占12.5%，台北市最高17.6%，好不好？啊，这个好，我们看下一页。好，另外一个调查是从去年开始啊，新的叫做主运具的公共运输市占率。然后呢，一个人出门，他可能中间有私人运具，也有这个公共运输，但主要花的时间最长，当成一个主要啊，只看主要，次要不看。这是我们统计的结果啊，就要按照那这个市占率，基隆低一点啊，36%左右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啊。以后看的市占率，一定要了解是看总次数还是看主要的运具啊，这两种。好，但是另外一个我们要去反映的就是基隆市的跨县市的通勤公路人口是达40,000，它的通勤率非常非常高哦，大部分都到台北啊去啊，然后上班上学。但是以2012年来讲啊，我只找到2012年资料，它是大概是占全台最高，它大概将近60%啊，所以它常常就是可能台北基隆啊这样。好，我们看下一页。好，我们来看一下基隆是这样的交通状况啊，我们看有哪些首都圈啊，我们就回顾一下台湾曾经做过的事情啊。第一个，台中的 BRT 啊，老师昨天还被那个台中市议会
请我去因为他有一个 BRE 的检讨，因为 BRE 当初您叫他上来之后呢，就把很快的很急的把 close 掉了哈、哦。我稍微介绍一下台中 BRT 的情况。第一个，以前胡市长在任的时候，因为选举的关系，他做得太急，很快很急的想要推 BRT， 所以造成了先天不足。哦，这样讲哈、哦，如果真正 BRT 要能够做得好，他不能用分包的方式。你大家知道什么叫分包哈、哦？就是土建一个包，它一个标，机电一个标，车辆采购一个标，行控中心都把它分出来，诸之类哈。那个界面整个就有问题，对不对哈？其实最好还是用 turnkey， 就是统包的方式哈，一个厂招所有力量来做一个啊，那中间界面的问题就会减少。然后呢，他做得很急，对不对啊？因为选举快到了啊，他要赶快去试营运，所以造成的做得太急。可是呢，新的人接手之后呢，又把它关得太急，说真的哈，两个都太着急，所以这就是政治因素。我觉得这就是台湾面临到最大的问题啊，他没有很审慎去思考一下。什么样方案才是最好？说真的哈、哦，所以这就是我们面临到的困境。那 BRT 的话，当初就是这样哈、哦，双节公车嘛哈、哦，行驶在我们的公车专用道上面。那我们都知道 BRT 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功能？我们下面会介绍哈、哦。先给大家看台中的 BRT， 我们再看下一页。这是高雄的轻轨，啊、哦，有没有在高雄坐过轻轨？有吗？哈、哦，高雄轻轨啊、哦，大概这样啊、哦。然后这都是可能去提升我们的公共运输的方案之一了哈。好，再看下一页，我们来看 BRT 好不好？好、哦，我们这个 BRT 绝对不要把它忽略掉哈、哦。我简单讲一下 BRT 的观念给大家了解，以后大家就有想象空间了哈、哦。BRT 就是仿照能够学捷运多少就学多少的公车系统，就这样啊、哦。那我们来讲捷运，捷运的最大优点是什么？两个，哪两个？大家想看一下。我们稍微互动一下啊，免得大家想睡觉啊。OK， 对，讲多了大家没有互动，可能就失掉焦点。捷运有哪两大特色？我们可以学，公车可以学它的班次少。好，班次多啊、哦，对不对啊、哦？班次多，其实来讲就是运能大啊、哦，所以要学这个，我们就把它双节，对不对啊、哦？甚至三节啊、哦，巴西的 Prevail 是三节的啊、哦，那个容量就更大，我们就提升它的容量，就这样的做法这样。那第二个呢？准时，我们可以啊、哦。另外一个最大的关键是什么？啊，路面上的车子会跟它很好，它就叫快速，啊、哦，就是快速 rapid 啊、哦，对不对哈、哦？它快速怎么做呢？所以快速它挑战就很大，所以我们把它双节或三节之后，让它走得快，第一个单就要一定要专用道，专用道碰到十字路口怎么办呢？一定要做耗资优先。好，这是一个先决条件。什么样做耗资优先？技术很简单，它只要侦测到 BRT approaching 这个 intersection， 它就把两个做法啊、哦，在台湾当初规划的时候，就是绿灯延长，绿灯本来要结束了，哎，侦测到我们就让它延长五秒，让它通过啊、哦。另外一个就是红灯缩短，啊、哦，红灯快结束了的话，就让它快点变绿灯啊，诸如此类。但是呢，这就是一个简单关键，耗资优先。但是呢，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学捷运怎么样去增加它上下车快速的上下车的时间，所以就要变成站外刷卡进去等车，就像捷运一样啊、哦，这都是 BRT 的精神，然后就把这些特性尽量规划设计起来，就是 BRT。简单讲这样，所以 BRT 另外特色就要在，就像捷运一样，在外面刷卡，只要等车，不用在车上再刷卡，快速的上下，但要平的啊、哦，就像捷运一样。所以呢，台中的 BRT 还有怎么样，月台门。月台门呢、哦，就像我们坐捷运一样，车子 approaching 的时候，月台门先打开，然后车门打开，然后快速上下，变这样，它是平的上下、哦、所以这是 BRT 的精神，好不好？那这些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当、哦、捷运特色就是快速、可靠、高运能，优先入权嘛哈、哦。像有的地方做为了提升它的入权，甚至做 A 型的入权，像厦门的 BRT 就是高架啊，就是为啊。然后呢，捷运式的营运，进站收费，快速上下车，班距短，班距是影响我们的运能的另外一个关键啊、哦，容量。但班距就是怎么样？你们比如说，我简单讲个数字，假设一辆车可以有200人的容量，每3分钟一班车，一个小时就有20班，对不对？20×200，啊，就是你每小时的运量就是20×200，就2400，啊，以此类推哈、啊，这是我们的运能。所以运能要高的话，跟班次也有关系哈、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新型的高容量车辆哈、啊，然后双节公车呢，容量大概是250人，如果是3分钟一班，就像我刚才算的哈、啊，它每小时的运能就可以到达5000人。那 IDS 的技术哈、啊，车辆如果它怎么样去辨识，因为你要耗资优先嘛，一定要能够辨识的，就是这个都没有问题哈、啊。动态资讯我们现在都有，好、啊，优先耗资看怎么去做设计。
绿色能源，绿色能源是一个另外一个 BRT 很重要的因素哦。台中当初没有做到，我们采购的时候只采购到一般的柴油车，啊，我们只能标榜它是环保武器啦，啊，所以这样，其实在国外推的话，都希望至少油电混合，甚至电动车，啊，绿色能源。但是这个我们今天不谈哈，电动车究竟够不够绿色啊？在台湾又有争议的哈，因为你充的电可能是火力发电的电嘛，对不对哈？诸如此类的啊。然后建制快，成本低，最后一点很重要。如果你建制的慢，成本又高，它就没有 BRT 的特色。我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些图片，在国外怎么做那个 BRT， 好不好？那我们的台湾的台中的 BRT 哈，我们的车站它不是有那个海豚这个造型吗？一个站甚至呢，当初有高达2000万一个站的设置成本，那真的太贵。说真的哈，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国外怎么做 BRT 的车站，非常简易。好 ，OK， 我们看下一页。好，这个是另外的哈，我们就是将来希望的话 ，BRT 加轨道加多节车厢，这是轻轨，对不对哈？刚是 BRT 嘛，看轻轨。那简单讲哈，轻轨就是把 BRT 再去做提升。把它车厢更多啊，我们最多这个如果是公车的话，最多三节就差不多了哈。那如果你用轻轨的话，就连接更多的车厢，然后呢，它可以更快速、可靠、更高运能啊。然后优先路权，然后捷运式的营运，这都是一样啊。它的容量更高，300到500人，好，那10分钟一班，它就会到达5000人了，啊，对不对哈？然后呢 ，IDS 技术没有问题哈，绿色能源啊等等这些。另外一个做轻轨的话，但要做运距整合，轻轨因为它新建成本高嘛。所以怎么样延伸到这个市区的这个 local 的需求就很重要。好，你看下一页。好 ，BRT 哈，你看这个 BRT 是国外的，好，这个 BRT 在专用的这个车道上面，然后旁边是私人运具，相较之下它就变得非常非常独立，对不对哈？但开车人会非常非常生气啊！我照片给他看到的哈，就变成这样，然后他就让他快速，就吸引大家来乘坐啊，这样独立的啊这种方式。然后我在澳洲看了很多啊，类似这样的系统，他甚至在高速公路旁边都有这个类似 BRT 车站啊，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来，我们看下一页。好，这是你看简易型的站台，而且它是施工很方便啊，在这个工厂先预做好，到现场一吊装它就好，所以很快。几个月就可以把它盖好，很快速嘛，成本低很重要哈。OK， 它就利用这种方法，然后就用简易型的刷卡进去就好啊。OK， 我们再看下一页，这是车站的设计，这是 Brisbane 啊，澳洲 Brisbane， 它就在快速道路的旁边，这是一个学校的车站，一个 University 啊。然后呢，很多大学生都不会自己开车，骑 bike 到这边来做 BRT 就好啊，反正就是解决很多这个城际运输的问题啊。整个车站设计啊，这是车站的部分，我们再来看下一页。好，这是巴西的 Curitiba 啊，刚刚一柱是方形的，这是圆形的哈。巴西 Curitiba 是第一个做 BRT 的城市了哈，它做得非常成功，它是用三节公车啊，非常简易，所以成本很低啊。OK， 再看下一个。好，这个车厢啊，三节车站设计啊，可以看出来啊，方便。再看下一页，这是大陆的常州，它也做一个简易型的车站啊 ，BRT 对不对哈？很方便。所以刚刚讲说建制快，成本低是一个特色哦，我们。当初为什么做 BRT 的时候，它就是做得快，成本低。如果真的要贵一点的话，我们就干脆就把它做轻轨啊。好，再看下一页车站的部分，然后我们在这个厦门的 BRT 高架啊，这个跟台中有点相像。来，我们再来看下一页。好 ，BRT 的专用车道啊，两个区分一下。好，我考大家一下啊，为什么它的车道要这样设计？中间空掉。为什么？原因是什么？跟我刚才讲的特色有关，因为它车道很长啊，节省成本，对不对？好，真的节省，这个绝对可以节省成本啊，对不对？你的 concrete 这个就它就可以节省很多。如果这个40-50公里的话，成本不得了，所以它就是成本尽量能够节省啊，这样的系统啊，因为我们的这个轮胎只会压到两边嘛，中间上碰到没有关系。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样车道的设计啊，再下一页。这是灵骨屋了啊，用颜色来区分很清楚啊 ，BRT， 然后你感觉起来就是很先进。那我们以前在台中的话，如果常常问说你今天怎么来，头低下去说坐公车啊，那说以后我坐 BRT 来啊，这样对吧？要给人家感觉很骄傲，这是一个先进的这个运具，我们希望能够营造那种特色，但真的不容易，在国外就有这样的味道啊。OK，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页。
好，这是法国一个城市哈，也是一样用这样的 colorful 的这个设计啊，把它凸显出来。这是车道的设计，我们再看下一页。好，那收费系统我讲过啊，就很简单的刷卡进去，啊，刷就一个简单的闸门。那等一下我们看台中的刷卡的闸门，就比较起来，我们真的是太奢华了啊。以它来讲啊，这样做简单一点，能够达到它的功能就 OK。好，下一页。好，那另外一个 BRT 的话，它一直号称它是一个无障碍的啊，但能够平的上下就很好啊。但对于我们的这个弱势族群来讲啊，它轮椅上下也很简单啊，自动放下来就可以轮椅可以上去啊，这无障碍的设计。好，再来看下一页。好，我们看台中做这样的闸门啊，刷卡进去。当初在试营运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啊，这个闸门的准确率就是这个 error rate 太高了。所以他后来就开放这一侧，让人家自由进出，不需要刷卡。所以对业者来讲，他损失很大。为什么？业者都是靠刷卡的，然后申请补贴款，啊，就变成这样啊。但是它的容量也受限。那如果你办活动的话，这个闸门就速度太慢，啊，就变成这样。它设计的话，一边只要看右侧啊，那个只有单方向，中间那个是双方向，两个方向。可是有时候设计不好的话，它就互相阻碍。出站的跟进站的这边，哈，这边打结，所以它的容量就变得不够，反而变成一个灾难。所以我们的设计应该尽量简单，啊，让它能够快速能够出去就可以。所以这就是我们当初的设计没有考虑很周到，我们想要做一个比较奢华的 BRT， 反而失掉它的本意了，啊，非常可惜。好，下一页。好，这是我们的月台门，啊，那月台门的时候呢，台中市政府一直讲说，它在做测试的时候呢，车辆进去的时候月台门不会打开。啊，就是失误率啦，有些会打开，有些不会打开，这就是牵涉到当初可能当初设计啊，跟这个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验收啊。OK，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这个 BRT 在台中火车站这个地方做了一个临时车站啊。BRT 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你怎么样回头啊，因为 BRT 站因为它车厢很难转弯嘛哈。那当初为了这个转弯都设这个车站，可是中间就有一些delay。那现在变成公专道的时候呢，这个把它拆掉了，那个双节公车在台中市的公专道要掉头，大家猜一看，在台中火车站那边掉头要花多少时间？听说如果在尖峰的时候要花20分钟才掉头，很多做双节公车都觉得这个简直设计的，花20分钟掉头，啊，就是掉一个要绕一大圈才可以掉头，啊 ，OK， 好，看下一页。好，这就是我们 BRT 的车站哈，给大家看一下哈。当然看起来，我们当初设站成本是真的是蛮贵的。好，下一页。好，现在变成优化功能专用道啊，但这个还是有很多人在讨论啊，值不值得啊？有人认为说应该再把它精进，继续把 BRT 本来没有完成的特色把它做出来；有人认为说它又退下来做专用道就好。专用道当然各自有它的优缺点了。专用道的话，它的班次就会更多，一般的公车，如果你想让它进去，就让它进去嘛啊。各有优缺点。好，我们再往下看。好，我们刚刚介绍一下可能的要改善交通、提升公共运输的方式嘛，哈，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基隆的哈。那当然，如果说我们基隆要做一个完整的交通运输规划，我要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一个完整的这个交通运输规划要做哪些事情，好吧？我让大家了解一下。规划设计，对不对哈？首先我们要先做先期规划的构想，我们把它白话一点叫可行性的研究。你要先做可行性研究啊，完了以后呢，可行性如果是 yes， 我们就必须要做不同的规划方案的工程经济的评估。好，这时候我们通常在工程经济评估当中有个很重要的名字叫做增资分析。好，什么叫增资分析呢？比如说你可能只做 BRT， 这是一个基本方案。好，当然我们讲最原始的公车专用道基本方案。那你如果把公车专用道再提升成 BRT， 要增加多少钱成本？它的效益是不是足以 cover？这叫增资分析，好，在工程很重要。如果 OK， 好，我们就提升到 BRT， 但 BRT 再去提升变轻轨，啊，发现太贵了，效益出不来，我们就最后就选 BRT。如果你还值得的话，我们就跳到轻轨。如果轻轨还可以增资到 MRT， 就重轨，对不对？哈，诸如此类。我们的评估分析应该是按照这样子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做评估，这样才完整，不是光一个案子就把它定下来，好，好不好？当然要看需求了，哈，供给这样的一个关系。好，如果这个方案也确定，啊，如果按照这样的工程评估完之后，我们就要做综合规划设计。这个我用白话语叫实质的规划设计，哈，就是完全要落实。然后做完综合规划设计的时候，规模也出来了，整个设计出来以后，我们就要做交通影响评估跟环境影响评估，啊，这两个评估都 OK 了，
那你要就定下来喽。那你相关配套的都市计划要怎么变更，这时候要赶快完成啊、哦。完成完以后呢，就才能够做细部设计，都市计划也 OK 了，才能做细部设计。细部设计完才可以施工发包，好不好？这个程序一定要做得完整啊、哦。我们现在往往都是这个程序都做得不完整，才会有争议啊。哦那然后呢？我们当初在做高铁的时候，有很多相关的都市计划要变更，因为你要开发新市区，这个新市镇了啊，比如乌日站或这个嘉义站或台南站，那开发后来都没有跟上，没有跟上，后来那个 timing 一过去就很难。那现在我们高铁已经变成收费成功，这个从本来 BOT 已经变成公营了。那公营的话，就是开发厂商就变公部门的责任啊。当初是应该台湾高铁公司必须要。负责它的长单开发，啊，可是那个没有跟上那个运量啊，当然现在运量当时还不错，可是对长单开发这个部分，但就一直没有啊这个落实，非常可惜啊。好，我们看下一页。好，我们来看基隆啊，基隆最先的时候一直想做南港基隆线嘛，哈，大家都应该了解啊，南港，沿途这样啊，然后如果捷运跟轻轨最大差别在哪里？大家觉得？运量，对不对哈？而且它的班次，你在台北坐过捷运，最多五六分钟就一班了哈。然后甚至有些间隔交错发车的，每三分钟就一班，对不对哈？所以那个才是要捷运嘛。但是很多你根本都不用预先去看什么时候会有车，到现场等，最多等个最多运气不好等个三五分钟，哦车就来啊、哦，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哈、哦。所以将来如果轻轨要跟捷运来比。必须要从这些特色来去做比较，好不好？很重要哈、哦。当如果这边做一个捷运呢，那就要仿照我们台北的捷运这种模式来做啊。当然沿线上面的一些特区了哈。当初最早的时候，我们在做这样规划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下一页。好，我们看轻轨啊。当初这个轻轨规划，就早期的规划的时候啊，今天忘了带那个封印卷了。这个有吗？你们封了吗？没办法记得啊，封印卷没有，没关系。我们大概有这几条。哎这边大概有这个东一啊、哦，然后东二、西一、西二啊、哦，大概当初最早的时候轻轨的这个路线的规划是长这个样子啊、哦。但是后来不断的这个市长换了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改正计划、修正，再下看下一页。上去了。OK， 那后来有调整成这样，在2007年的时候啊，基隆市政府变更成两条路线。把原来的东一线呢，把它变更成海线啊、哦，那西二线呢，把它重新规划成三线。所以一般我们都知道，高雄这个基隆的轻轨是有三线跟海线啊、哦。然后呢，三线的话，就基本上就希望把它延伸到，但是有很多这个讨论的方案呢，希望能够跟汐止把它连接在一起啊、哦。所以呢，他希望能够跟民生汐止线采同规格新建。那三线跟海线呢，就会在基隆车站来做衔接。那海线就通往台科馆。三线就通往这个汐止啊、哦，那部分的路段呢使用台铁的路权，然后在汐止区公所站呢跟我们的民生汐止线会直通，啊、哦，最早啊、哦、这个规划程序本来是做捷运，后来就变这样，来再看下一页，然后民生汐止线大家可以看一下哈、哦，从大稻埕开始这个沿线啊、哦，我先忘了带风一准来啊、哦，就跟几条捷运能够相接，但是呢我们在汐止那边会变第一阶段先施工，台北市这段变第二阶段，先做汐止那一段。再做第二阶段啊，但这个案子都一直没有把它定下来啊。当初就希望利用这样子来延伸，后来就延伸到基隆就很方便啊。OK， 那下一页。好，这是它的简单路线规划，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从大稻埕开始啊，它连接几个重要的捷运的路线，然后呢，到最后的话呢，我们就连接到汐止区公所啊，这是它本身民生汐止线。然后呢，东埔到汐止区公所是第一期，先做这一期哈。大稻埕到东埔是第二期啊。然后呢，预定续接基隆三线跟海线的轻轨，那它规划的衔接怎么样？从汐止区公所会把它延伸到基隆车站，再延伸到海科馆，啊、哦，大家觉得这个规划怎么样 ？OK， 没关系，这就是当初哈、哦、规划。好，我们再看下一页，那后来就变成现在的圈圈，啊、哦，就变这样哈、哦，这是整个的过程啊、哦，整个规划发展的过程。那圈圈大概就长这个样子哈。哦这个一个简单的这个图形，它就是能够使用台铁的轨道，但是呢，它重点不再使用台铁的轨道。请大家看一下啊、哦，它把它做成第一个字叫 train， 这个是轻轨，第二个才是一般的传统的台铁的火车，对不对？所以它是以轻轨为主，借到我们的台铁的轨道。
应该这样子哈。如果我们全线都用台铁轨道，算不算真正的圈圈了？不算。所以它基本上应该怎么样？假设它如果规划好的话，它除了我们本身的轻微路线规划，还延伸到我们的山线跟海线，就变这样，这样才是一个完整的规划啊，才可以称为这个圈圈啊。OK， 好，你看下一页。好，这是另外一个图形，给大家看啊，停靠在我们的车站月台上面。好，再下一页。好，我们高雄轻轨的这个捷运路线长这个样子哈。我们都知道前面都是跟台铁共轨嘛哈，就是利用我们的第三轨。然后呢，从细科到南港展览馆，本来细科到南港哈这个地方，可是我们第三轨没有办法到南港站，所以我们必须要在那个地方就爬出来，好，然后在平面上面呢，在南港展览馆设一站，就变这样哈。然后呢，在那边设一站，就是我们目前圈圈的规划啊，变这样哈。然后，但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它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呢？哈 ，OK， 看下一页。好，以这个轨道的分布来看，这个图就应该很清楚来看哈。我们从这边就延伸到南港展览馆的站，就变这样哈。那中间的红色的线都是利用我们的原来的第三轨啊。然后，当然了，如果我们特别来讲，如果我们事后诸葛亮啊，当初我们如果做的彻底，就不要只做第三轨，就应该做两轨。对不对啊？那问题就解决了啊！既然同时要这么大的施工，啊，然后呢，也一定要那个轨一定要做到南港站，绝对不要说那个因为困难的关系就没有延伸到南港站。所以现在我们就，所以为什么第三轨后来的使用率那么低，只有10%？因为它不好用，对不对啊？所以到最后只能变成什么货车啊，怎么样？真正对我们的金融的帮助不大，很可惜啊！哈，这个，所以现在就等于说，我们现在要利用这个第三轨，后来就出现这个金融轻轨的这样的方案。好，另外一个我看了一些网络哈，我自己也曾经做过，我觉得基隆快捷公司还蛮方便的哈，对不对哈？所以如果真的要改善基隆的交通，我们周边的快捷公司可以去考虑哈，是不是当成一个短期的方案啊？然后而且它可以，我觉得它比较像多指动啊，这个味道做轨道运输的连接，这个接驳的这个问题就很重要。OK， 好，下一个。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高雄轻轨，老师还有多少时间？还有一小时。还有一小时，我发现我讲得太快了，因为我的内容很多，我都还讲了，没关系。那我们现在可以稍微缓下来，看一下这个目前高雄轻轨可能会面临到的问题哈。这个问题有很多先进，尤其是台铁的专家，台铁有些退休的人啊，他按照以前台铁的经验，当然我们现在最不好的情况就是高雄金融轻轨将来要怎么样？要委托台铁来营运，对不对？台铁非常非常反对，只不过他明的不敢讲啊，因为他现在还受制于交通部嘛啊。私底下我们跟他交换意见，他们都非常非常反对啊，因为他们反对的理由哈，我们稍微检讨一下。第一个，我们现在的圈圈呢，它使用南港金融南港之间的现有的第三轨啊，可是它的车厢的大小、轮距、宽度跟高度，还有动力系统呢，它必须要符合台铁的规范跟进攻的要求，跟本身的真正的轻轨是完全不一样的哦。你要让它 compatible 其实是很困难的。你在讲啊，包括什么呢？你在讲啊，这边有特别讲它的电压哦。如果这个真正的轻轨它是使用750伏特的直流电，可是台铁的话呢，它是用电压25000伏特的交流电哦。那这怎么样去把它结合起来哦？我觉得这个都在这个技术可行性应该好好的去做一些评估了啊。然后呢，另外就是这个月台的这个距离这个轨道面115公分，轨道中心跟月台边缘151.5公分，都跟我们这个轻轨哦它设计的规范不一样，两个规范完全不相同，怎么样让它compatible？所以一定要来好好的讨论一下，免得到时候口号叫那么响，一施工起来发现困难重重，跟他讲话。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圈圈的这个车辆一定要客制化，其实它非常非常贵啊。我们相信，真正如果将来要定制车辆，就发现81可能它就不够啊，要特别去定制啊，然后维修也困难。然后呢，所以铁道专家就提到，为什么他不使用我们现在台铁的车辆？然后提出不同系统的意义何在？所以这时候红字我们就要考虑，有没有可能加开台铁的班次可以解决？加开台铁班次的困难在哪里？就是因为我们的北回线就本来就不够，对不对哈？那我们怎么样加开班次？啊，我们现在受限于，当然我们当初设计的时候，第三轨没有办法发挥它的功能啊，就所以加开班次就有困难。所以
这要看大家怎么样去找出那个这个，如果要加班怎么去加班啊，然后可以满足我们的需求啊。看下一页。我们请教在座的朋友啊，你是做台铁通勤同学的，请举手。两位，只有两位嘛啊。好，那做快捷公车，就是客运，有没有？我看比例有多少？好，开车的只有一位，但不可能骑机车吧？如果近的话，到戏子说明，好，说明有可能啊。好，我们看第二个问题啊。那当初他要采用圈圈，就是爬坡，因为他当初要从这个，我们要爬到这个爬坡一段到那个南港展览馆嘛，哈，所以他就采用这个圈圈。他说他的爬坡的性能可以到达6%啊，它可以从地底呢约18公尺深呢，在300公尺的距离爬升到地面。那传统的火车没有办法啊，爬坡力比较小。而且当初我们在设计这个台铁的时候呢，它的路线规划最大幅度只有2.5%啊，那大概目前设计大概将近5%，我们这样讲啊。OK， 好，那就没有办法适应这个高陡坡的需求啊。那在经贸二路前呢，爬到平面，并且避免穿越路口。好，那我们怎么去做检讨啊？我们应该希望呢，它能够比照捷运。在道路下呢设立一个地下车站，就在南港路的下面啊，这个解套的办法，那旅客就可以从两侧的人行道经楼梯进入车站即可，不需要占用地面设置啊。那地面的建筑呢也不会很突兀啊，也不会影响当地的景观。那同样也可以用台铁，就是把爬坡的问题把它淡化啊，然后也不需要浪费80亿元来购买另外一项。铁道专家他所提的意见啊，他认为应该好好的去做评估。好，就变这样。好，这是另外一个针对爬坡的部分啊。我们现在如果要爬上来，当然那个爬坡能力当然就重要。可是这样子的设计是不是好的方案？我们这样讲啊，将来爬上来的时候也会面临到很多交通冲击的问题啦。说真的啊 ，OK， 好，那下一页。好，那第三轨呢？你现在美其名说要利用第三轨嘛啊？可是一样并不是独立的一轨哦，它跟我们的两条正线啊有多处的交错，整个调度运转很困难。而且呢，既然困难，在调度有困难的情况下，它也会影响北回跟南港金融街原有的路线容量、道路跟安全，哦，不是那么理想啊，哦。那我们怎么办呢？因为你将来轻轨使用第三轨的嘛，第三轨使用率虽然增加了，可是它整个调度因为车辆开始变多了，对不对啊，哦？因为只有一个轨，哦，本来调度就很困难啊，哦。然后呢，再加上有很多交错的地方啊，哦，要共用，那轻轨的路线呢，切割我们台铁的5堵的货车站跟7堵的吊车厂。比如说我们这个轨道基本上有几个，除了西部干线之外呢，有北回线嘛，哈，还有我们基隆的线，还有这两个啊，就货车跟这个吊车上的啊，我们的5堵货车站跟7堵吊车站的列车都会穿越我们轻轨线，它的穿越的话就使它调度就更困难，这另外一个问题啊，所以不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应该讲啊，衍生的问题啊，那整个以台铁来讲，它要让台铁去管，台铁去营运，台铁就更头大。本来这边的调度就很困难的，再加上轻轨之后它就更困难。那万一将来的安全的顾虑怎么办？调度不好的话，万一碰到这个碰撞的意外啊，哦，等等这些。好，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问题。好，另外一个就是代币跟运转啊，哦。我们一轨双向行驶，就像我讲啊，哦，大概19.多公里了哈，哦。那在而且要在车站代币，那代币的话就必须要占用两个轨道跟两个月台面啊，哦，这个严重影响到我们路线的容量，因为你中间共轨跟共站，对不对哈？那当然这个可能会影响到啊。然后呢，如果轻轨如果在7堵跟戏子代币的话，1个小时最多只能3班，所以它现在规划只有3班。哦，轻轨是20分钟一班车，这样啊，轻轨的部分1个小时只有3班啊。然后呢，如果我们要配合代币跟运转的需要，我们理论上应该做配套的设计，就要在7堵跟8堵中间要设立2条横渡线哦。但是利用横渡线的话，最多只能用 number 10的这个道差，它的速度就限制到，这个道差不能开得太快，所以它只有35 kbps 的速限，那这样运转的速度就会受限，好不好？就变这样啊，它运转速度变现，容量就会受到限制啊，甚至列车数还要更多啊，诸如此类，因为它来回时间它变得更长。然后呢，花东列车进到这个路段一样碰到瓶颈，虽然我们现在美其名说是可以增加花东的容量。1个小时可以增加2班的哈，它，然后呢，因为从基隆方向来的列车，它必须要提早在出8堵站后呢，立刻汇入2堵的纵横阵线，
哦，那这样的话，立刻汇入的情况下呢，塞车的情况下就会增多。好，哦，就变这样。好，这是第四个问题。我们再来看第五个。我们讲八十一亿啊，那经过那些好好的预估了他的经费，八十一绝对不够啊，哦。我们来看为什么不够。他不光是经费不够，工期也不够啊，哦。那八堵站的南端呢，他必须要增设一处轻轨车辆的维修保养厂，目前估的预算没有爆发这一个啊。哦，然后另外一个五堵跟细科站中间要增设一股轨道，也没有估到这一个。那信子站也要增设一个岛式的月台跟一个古道，也没有估到啊，哦。然后呢，还没有看用地取得、建物的拆迁、交维跟增加的工程，它就出乎一个八十一亿啊，就变这样。所以八十一亿经费也明显不够，那四五年的工期也就要完成，因为它中间有这些复杂的。那四五年如果盖不出来，那这个钱在轨道建设里面意义啊，就变这样。我们都必须要很审慎看这样的问题啊。好，你看下一页。好，另外一个就是施工的可行性低啊，因为轻轨的第三轨是要穿越我们现有的地下隧道，构筑新的引道，爬升到地面，就刚刚讲爬升到南港大灯柜啊。那它的施工的技术啊，就施工上面，我们必须要敲除现有的挡土墙的连续壁跟隧道的侧墙，啊，那个工程好大。说真的啊，我们当初地下化之后，我们要去增设轨道都很困难，因为它已经地下化之后，你要去扩建那个困难重重，因为牵涉到风险啊。好，那对现有隧道的结构的安全性跟稳定性，还有防水防洪的功能哦，那个很重要啊，哦。大坑溪旁啊，哦，我们地下隧道跟捷运是相通的啊，哦，那跟我们轻轨啊，如果淹水的话，整个这个系统就瘫痪掉啊，哦。那施工当中呢，行驶隧道的列车跟旅客的安全性如何确保？因为将来施工嘛啊，哦，同时要通车啊，哦，还是要正确的这个。那目前为止呢，都没有看到分析它的困难，所以呢，施工可行性低，风险极高，真的做才知道啊，哦，这都是我们将来面临到的问题。好，看下一页。好，另外一个就是管线拆迁，我们要迁移嘛，哦，交通要做维持啊，哦。那当然南港路很重要啊，哦，南港路是台北跟汐止新旧台五线的重要的交通的干道，交通量本来就很大啊，哦，也常常塞车，然后道路宽度又小。它埋设的管线众多，你将来做爬升这一段，哦，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多啊，哦。它现在都还没有确实调查，这就是回归到我老师刚才讲的哈，哦，可行性评估里面包括工程技术性的可行性，那都没有做，没有说贸然提出这个方案。那万一将来硬打压着上架，非做不可怎么办？钱就掉到水里。说真的啊，哦，那个将来绝对会是这样的问题啊，哦。然后呢，如果再做管线迁移的工程，跟施工中的交通维持是不是造成交通大乱，这个要去考虑啊，哦，那个影响的面就非常非常大。好，我们再来看第八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我们看它值不值得做，好不好？刚才讲的都是工程技术性啊，看它的运能，好不好？我们来做 before 跟 after 哈，哦，就是之前跟之后的分析。那我们现在的情况啊，台铁的电联车八节车厢，每节如果它的最多容量150人，每一列车可以带1200人。哦，那这样的轻轨呢，每车是只有300到400人，那一个小时几班？300。我们承认看，哦，那用电能车机可为什么要轻轨？哦，我们就承认看，轻轨每小时400人乘三，就是1200人。那你如果1200人的运能，我们只要真开一般的电能车就可以 cover， 对不对？但是问你说，我们可不可以多开一般电能车？如果没有新的计划。哦，那个就是我们要讨论有没有可能在调度之间，对，如果按照它的运能来讲，只要增开一般的电联车就会比上这个轻轨，就变这样啊，哦，按照轻轨的这个部分来看。好，再来看下一页。好，另外一个就是运距整合困难啊，哦，将来我爬升到这一段，这个轻轨就爬到我们的路面上来了哈，哦，那台湾混合车流严重，道路交通量大，用路人又不太守法，那高雄的轻轨也面临到同样的问题啊，哦，刚轻轨的第二阶段，将来问题会更多。那第一阶段用的是观光区嘛，哈，还在那个穿越交，跟它相交的交通很少。将来如果做到平面上，二阶段的时候，那很多交通都会影响到啊，平交的问题，就等于多了平交道啊，也是这个意思啊。那如果多了这样这样一个平交的问题啊，然后如果轻轨呢没有办法用专用路权哦，往三线或海线延伸，本身这个19公里就是原来的台铁，就等于是这样的味道啊。他没有办法
增加它的效益啊。那维修采购的养护呢，都不符合经济效益。你要专门去养这个系统，对不对啊？维修，那么规模又不够啊。那你知道维修这个将来所花的成本跟代价一定更大，在使用上一定会弊多于利，这个绝对啊，对吧？当轻轨的车辆呢，如果驶入到市区的时候呢，要在每一个停靠站呢，都建造一个跟台铁的月台，因为它共用嘛，对不对啊？到高度要115公分，那不然的话，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旅客上下车比四公车更不方便，你要把它平着上啊。如果你没有这样做，要节省成本的话啊 ，OK， 好，再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好，就是采购跟维运困难啊。我们新时代金融两港之间的圈圈呢，车辆采购的规范开出来的话，因为它数量少，买的车辆少嘛，对不对？它的特质好不好？因为它没有是共同规范，去在外面这个车辆公司里面可以买得到。那这样的话呢，就可能买不到车，啊，采购上也会遭到困难。那如果买到这种车是单独的 unique， 单独的这样的一个系统，你要维修维护，另外还要编特别预算的啊，办到怎么办？那台铁的机务部门呢，也没有办法去做这个维修保养，那目前也没有司机员可以开这种车，对吧？另外做叫这个训练啊。那如果不让台铁去营运，我们新成立一家金融轻轨公司，那根本不可能啊，票价收入根本都没有办法支撑营运成本啊。我们的科批一直讲了啊，如果大家都独立出来一个这个类似营运的单位，它根本都养不活，就变这样啊。那养不活将来衍生的这个代价就更高啊。好，这是铁道专家所提的十个问题，我觉得非常非常具体啊。然后呢，问题是我们的交通部听到了吗？啊，这个相关的有没有可能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勇于出来说，哎，确实我们没有想清楚，我们应该先把可行性评估先做完。可行评估包括很多项目，像有这个工程技术上的可行性，也包括你值不值得去做啊，诸如工序的分析等这些啊。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综合分析啊。前面的问题谈完了，我们来综合一下。第一个就是缺乏可行性的评估啊，没有工区平衡。刚刚我们看它的运能就知道啊，工程技术还有成本效益分析，那个成本其实绝对不止81亿啊，将来很多很多它都没有顾到，全部加起来是多少钱啊 ？OK。然后呢，缺乏永续维运的机制，因为维护很困难，对不对啊？那将来怎么样能够维持？万一做的人又不够多，哦，那就更惨哦，恶性循环啊。然后呢，它应该跟三线跟海线的轻轨路线呢整体规划评估，而且要编列预算。我是建议，如果金融真的要做的话，整体来做评估，把整个预算编出来，然后分阶段怎么样去，这才真正潜在啊。如果金融只做这一个，我觉得那效益一定不如我们的预期啊。然后呢，将来要跟台铁这个合作啊，不能合作了，就交给他营运，但是没有跟台铁协商讨论就决定啊，那未来还要交给台铁营运啊，这个当然不好，台铁每一个人都反对啊，就这样讲啊。然后呢，捷运路线要延伸进入市区呢，增加可及性才能够缩短时间，增加运量啊，这是我们刚才讲的最基本的精神啊。然后呢，轻轨在运能上面最多1小时1200人，明显劣势啊，每小时只有3班。那尖峰时段20分钟的发车班距呢，完全比不上中运量捷运的3分钟或高运量捷运的6分钟的服务啊，因为它班次真的是受限啊。我刚讲最多1小时只有3班啊，那是不是可以如规划目标有效增加北回线的运能？我们要打个问号。刚讲到运转上面的困难啊，北回线也会受限啊，虽然它名目上可以每小时增加2班，实际上不一定做得到啊。然后呢，我们目前短期来讲，我们都希望增加快捷公车的路线的班次。改善公车，我们尽量补贴我们的基隆市民的搭乘，这样的方法会不会更好？好 ，OK， 那这就是我们综合一些相关的问题跟铁道专家所提问，就是台铁啊、哦，他所提的一些问题，台铁本身不敢跟交通部提，反而在我们本身的讨论里面去提，他会提到论坛里面来啊、哦。那我们内部讨论之后，确实这个问题很大，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到最大的问题。明明这些问题将来交给台铁营运，它会产生很大的困难，但它不敢跟交通部直接提，这就是我们非常诡谲的地方哈。我们政府是怎么了？这个明明对他来讲是很关键的，对，对政府的决策也很关键，但他不敢直接提到论坛里面，那这交通部又觉得提到论坛里面不算数，啊，这就很奇怪哈。明明的问题是非常明显。好，我们看下一页。好，那我们要慢慢的要提出一些建议哈。
那建议要怎么做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我们要看看适合的方案哈，它的单评估的时候要评估它的效益跟冲击哈。我们来看一下基隆轻轨到南港展览馆哈，每小时三班，加上台铁基隆到台北车站每小时三班，因为将来就长这个样子哈。我们本来的台铁的基隆到台北在建工的时候一个小时有五班，但是它分两班给花东，虽然油只剩下三班哈，我们把它整个的运能加起来给它看哈。那整体的班次在尖峰小时从五班变六班，但是运能呢反而减少了哈，1200人，我们就乘上看啊，本来1200人每小时，哦，乘上五，哦，本来有五班，然后我们现在后来的就是400乘三班的轻轨，加上1200乘三班，就是台铁的部分，那反而减少1200，那这样子为什么要做？它的运能反而降低了，对不对哈？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理解吗？哦，我们就拿 before 跟 after 来看啊，哦，看运能的部分啊，哦，就变这样。因为轻轨它的运量受限嘛，哦，然后班次也受限，乘下来的这个效果就很有限啊，哦。那离峰小时它所标榜的另外一个效果，离峰小时它从三班变六班，那离峰小时我们需不需要六班？离峰的时候，我不需要六班，你干嘛开这个车？对不对啊，哦？奇怪啊，哦，它里面讲它的优点在这个地方啊，哦。OK， 那离峰的需求，需不需要六班车啊？哦，然后呢，未来北回线的列车呢，由于第一轨跟第二轨的容量多两班，它会从现在的五班增加为七班，那原则上好像可以增加北回线的运能，但需要深入评估，把刚刚它的运转跟调度的限制必须要精算，我们才可以知道是不是符合这样一个原先的规划啊，哦。那另外一个哈，哦，我不晓得如果常坐台铁的人哈，哦，他是不是觉得坐到台北车站比较方便？假设了哈，现在他们在转运啊都很方便。但是以后的话呢，它的权益就会降低了，因为本来我五班嘛，现在只有三班车，三班车的话我们看也是20分钟一班车，那你等车的时候，万一你是希望坐原来台铁的班次，你等车时间就要变长，对不对哈？然后这就是可能造成的不便，会影响过去搭火车到松山台北车上上班或转车的乘客，那未来上下班的接驳时间呢，会从五班减为三班，上下班的路途呢可能会变得更不方便啊，哦，就可能要去做这样评估的啊。那另外就是我们综合的来看哈，我们用 train 或捷运化的车站，其实都会让台铁的营运调度受损。台铁已经够凄惨，我说真的哈，台铁越来越凄惨，然后呢，将来增加这个会变得更凄惨。那这样子得失之间，我们有没有好好评估过？哦，台铁现在因为牵涉到高架啊，哦，然后避让空间啊，哦，然后也牵涉到它多元的营运。那本来营调度都很困难啊，哦，加上这个它营调度将来一定会更困难，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台铁的角色啊，哦，我觉得这样才比较完整。OK， 好，好，我们来看市区公车的改善建议方案啊，哦。我们基隆在市区公车，我曾经在基隆坐过我们的公车啊，哦，我现在讲的不是快捷公车，就是一般的基隆公车啊，哦，虽然现在有进步了啊，车辆也开始采购变新了。但是我觉得它有改善的空间，我们有没有可能在市区里面的公车路线去做一些调整啊，哦，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啊，哦。然后呢，交通部它强调什么呢？它强调轨道未来能与当地生活跟环境能够结合啊，哦，这是它标榜做前瞻的时候啊，哦。那绿能跟轨道其实是同一件事情啊，哦，它希望轨道呢可以带动的产业跟观光，那因此我们基本上应该要增加啊，哦，多打了两个增加哈，哦，我们要增加快捷公车的路线跟班次，好，这第一个我们可以增加路线跟班次，我们还可以再增加。以前我们要增加一个路线跟班路线很困难的哈，哦，我们在我们一些修理专家努力之下，现在公路总局在核定相关的路权的时候越来越弹性啊，哦。我不晓得大家了不了解，以前要增加一条路线很困难啊，哦，因为它会考虑到你有没有需求，你会不会踩到别人的痛处啊，哦，因为你。经营原来跟别人的客运的班次的路线可能会牵涉到，所以它尽量都不准。那现在我们就增加它的弹性，甚至有区间车等等这样一个弹性的规定，所以越来越多的可能。好，哦，我们看能不能在这方面去做一些努力。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看看评估了未来啊，哦，我们讲20年嘛，甚至30年之后啊，哦，自动驾驶无轨电动巴士作为轻轨替代方案的可行性，这个我们现在都看啊。哦，在台大校园已经有自动驾驶的车在这个在校园里面去做行驶了哈，哦。我们台中打算在水南经贸园区也要引进来，在经贸园区里面啊，哦。然后呢，将来如果自动驾驶的车
如果能够发展出来，哈、哦，我们接驳的车辆就可以好好的去营运，好、哦、接驳。我们不要大车，我们现在从中小巴来做这样的营运，那这个都会改善我们的情况，哈、哦。然后另外一个老师也推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现在不是讲大数据嘛，哈、哦。其实现在交通部在讲大数据的时候，它的最大的困难就是它找不到它应该有的资料。我曾经一直去鼓励大家从社区里面去着手。其实社区是一个非常好运用的空间哈。我举个例来讲哈，其实像维仲他们这个团体，慢慢能够把这个影响力能够深入到我们每个社区。好，我就简单问一下，社区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从家里面要到高铁，我要去，像我今天来，对不对哈？那我那个社区，假设要到高铁的人，如果透过需求的调查或一个平台，我就发现，像我今天要赶时间，我一个人坐计程车了。可是呢，从我们那个 area 要到高铁的人，其实很多需求，如果你把它公开透明，在网络上一个平台建立起来，就发现有三个人在几乎在同一时段要到高铁。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撮合在一起，共同做一部计程车，对不对？哦，这个现在的科技绝对做得到，只不过现在我们没有这个相关的资讯。那交通部我在做这样建议的，交通部讲说，那这个资讯要怎么收集？我就说透过社区，像我爸妈住在永和。我有时候去看他们从永和走到那个顶级车站要走15分钟，我就想说，那很多人可能就是因为要走15分钟，他就放弃了，他就骑机车，对不对啊？变这样，因为天气热的情况下，那如果我们把那个需求呢，你透过那个社区做调查，你怎么做调查？很简单啊，你就设计一个 format 的调查，那将来这个调查完资料，就透过一个平台、一个云端传上去，就发现早上同样要你从那走到这个捷运车站的人有多少人，然后他的。起点就大家知道这个社区你的目的是在哪里，我们就可以把那个工序去做错了、哦、可能大家共坐一部计程车，或者是共乘一部车、哦、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美国怎么样做共乘、哦、那个他们在推共乘的时候呢，我们在台湾曾经推过什么北北记忆共乘网，对不对？后来就完全没办法发挥它功能。美国怎么做、哦、美国他们散乱的地方都在某一个园区，它最大的问题就是我的起点是很多元，哦，但是目的地在同一个，我都要在这个园区上班。那怎么样把这个 many to one 这个多到一的需求能够把它变成一个共乘？你知道他们怎么做？他们就在沿线高速公路的旁边的交流道做一个很大的 park and ride， 啊、哦，就一个 park and ride 哦，每个人都开车到这个地方 park and ride， 然后我们同事就是同一个园区之间大家轮流，这个礼拜我开车。哦、下礼拜你开车轮流，然后大家都开到那边 park 之后呢，去共乘、哦，共乘过去，那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达到这个运输转换上交通量的减量，对不对啊、哦？我们有诡异的声音，没有，好、哦，没有啊、哦、，OK， 糟糕，你没有听到声音吗？没有啊、哦、，OK， 好，那个，所以这就是我们将来要去努力的啊、哦，就是说那个需求怎么样透过社区。去做收集啊、哦，然后我现在正在努力促成这样的事情，每个社区去把它的交通，早上什么时候出门，你要去哪里，把它收集在一起。我们现在做的不光是你这个社区哦，周遭的社区都可以结合在一起。那我曾经我记得首都客运一直想要去做金融的快捷公车啊、哦，因为他们是一个集团嘛，首都大都会跟那个台北客运，然后他说他不晓得需求在哪里，我就说你如果透过社区的调查，你就知道需求在哪里。哪些需求他可能会放弃私人运具去转乘你的这个大众运输，你没有透过这个社区的调查跟一些推广，你的运量绝对出不来啊！这是我们将来去努力的啊，透过社区，我这个老师希望今天把这样的观念带回去之后，你们在每个社区都可以做这样的努力啊。那对于我们金融师来讲的话，我的建议啊，一定要循序渐进。我们在规划市区轻轨路廊的啊，如果假设我们在前瞻的预算里面没有编列这个部分。但至少我们可以在这些轻轨路网先实施公车专用道，哦，对不对哈、哦？那公车专用里面或者是 BRT， 说明一次到 BRT 也可以，或者先做公专用道，再慢慢提升到 BRT， 这个并不冲突哈、哦。然后呢，尽量采用电动巴士，啊、哦，然后呢，并且增加公车的路线跟班次，这第一个阶段哈、哦。那等到运量需求培养增加，相关自动驾驶技术更成熟，你就可以连贯在专用道或 BRT 上面运用自动驾驶的无轨电动巴士。如果在专用道上面呢，无人驾驶会更容易，
因为它是在完全专用道上面去做侦测导引啊，那个是基本上就好更容易达成啊。然后呢，另外我们要配合 DRDS。第二，什么叫 DRDS？ 我来解释一下啊，它的英文叫 Demand Responsive Transit System 啊，翻译中文叫做需求反应式的公共运输，就是在运量就是需求低的地方，我们要透过预约啊，预约的时候我们就服务就来啊，你用这样啊，你透过预约的时候我就把你撮合。其实将来社区能够做的就是把需求的平台建立起来，我就可以利用预约式的服务。比如说我知道要到垦丁去玩，我透过这个预约平台，那车辆不一定接我，他顺便来个中巴，先接了前面一家人再来接我，然后到这个高铁的场站，诸如此类的啊，到目的地也是一样，这就是供需的撮合平台，我们将来去努力哈，要把那个平台建立起来，就可以做到这样，这个叫 DRDS 哈，就预约式。然后呢，不但可以大量减少新建成本，而且能够真正跟当地的生活跟环境结合，结合在一起，跟生活局的结合，才可以达到永续绿能的目标，这个非常重要。再看下一页。好，我们来看结论跟建议了哈。刚刚介绍一些观念啊，但今天来，我觉得就是一个加强公民参与哈。我也觉得，如果文化部有这样的相关的一些机制的，我觉得非常好哈。那我们在做相关观念的沟通的时候，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机制啊，像今天老师来就扮演这样的角色，多跟大家沟通一些想法。然后呢，另外就是基隆市的跨县市的公民人口达四万人啊，刚才已经讲过了啊，所以它公民数的市占率将近40%，那高于新北市哈，我们应该尽快的改善我们公共运输啊，怎么样发挥我们的公民参与的力量啊，去影响，然后找到适当的改善的方法去做相关的改善啊。那我们呢也要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谈的重点就是圈圈了哈，它的可行性低，效益有限，冲击大，真的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我说真的哈，今天得到这样的一个初步的结论。那我们怎么样呢？交通改善还是需要做，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就要尽量增加我们的快捷公车的路线跟班次，尽量增加我们的电动车的班次啊。那电动车班次看怎么样增加，我相信一定有办法啊。我们来试试看怎么样去增加啊，按照。我稍微问了一下台铁的专家，他也认为应该有机会啊，我们来试试看。那另外一个就是在适当的路段，刚才讲公车的改善啊，尽量运用我们的公车专用道或 BRT， 尽量采用电动摩托车啊，用这种方式能够达到绿能的运输。那中长期的话，我也建议哈，如果我们不做圈圈啊，我们还是可以去尽量去争取民生系线延伸基隆，那个不一样啊，那是真正的捷运。捷运刚才讲就是3到6分钟的公车，那个才算是啊捷运。那这样的话，我们将来说不定大家都愿意住在基隆，利用通勤、通学这种方式啊，往来这个北基之间，然后它的服务的网络也非常非常的广，就变这样啊。那或者我们改善台铁的容量啊 ，OK， 好。